啊，没问题。因为我觉得。今天戏量不大，明天还有不少中场戏，还得你多辛苦啊，景霄。没事，抽空多休息休息就好。那要不现在先试一下戏，没什么问题就早点回去休息。没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吧？明明不是第一次和宋雨菲拍吻戏，为什么会心跳加速？那。来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静月，相公，静月，深知你父子绵延千里，但无笔漏福报，愿与清冷庭院了此一生。静月，愿以身化剑，随你披荆斩棘。金月，金月，到底为什么会心跳加速？非常好。雨飞，不错啊。导演，我觉得刚才亲的时候，雨飞要是落泪会更好一些。有道理，雨飞，你觉得呢？我感觉……那再来一遍，开始。相公，哭，快哭啊！非常好 ，OK， 非常不错啊，雨飞，非常好，我欣赏你。回去一定要好好熟悉这个台词，角色就这么定了。导演，我觉得刚才雨飞落泪的时候拖了太久，还得再试试。雨飞，你感觉呢？我，那没问题。导演，我觉得。小哥，雨飞姐她不用管她。你去盯一点外面那些狗仔，昨天就差点被堵。好嘞，哥。连续那么多次吻戏，每次都会心跳加速。看来不是我的问题，宋雨菲，一定是你的问题。不要！今天导演讲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？导演说要求亲的时候，明明导演都已经说可以了，你还亲，还亲了好几次。
才叫故意，懂吗？解放天性是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在演戏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节奏、心跳、呼吸、肢体都随你所欲控制，靠精神影响而不是外在因素。你在做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重要吗？松开。不松。你侵犯人身自由。宋雨菲。我在。这个女生是谁？我一个大学同学，他要我帮他 P 图嘛，我猜你肯定不想看到李天元，所以，但她是我很好的闺蜜。帮我闺蜜 P 图，你不会不开心吧？生气倒不至于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那个女生好丑。你……还挺甜。